你在赏雪，他心在淌血，因为一场大雪让苗栗大湖草莓园全毁了。五六十年了，第一次看到下雪，虽然皑皑的白雪看起来很惊奇啊，但是啊，我看这个草莓啊也完蛋了。这是苗栗大湖马拉邦山，原本就是草莓产地，而目前也正值草莓第二季，都结起果实了，却遇上大雪来袭，整片草莓园通通被雪盖住，让浇入了草莓实在冻不掉。因为这个草莓最怕这个霜雪的东西，在这个像覆盖那么厚，以后就没有产量了。冒着低温大风，云林沿海石木鱼业者下水捞起一袋又一袋的鱼尸。那一公斤啊，你是会生气啊？迄种未死啦，啊，你若过冷了就是去啊。所以这龟壳可能拢无效益啊。应该是拢无效。渔民大叹，鱼池里头养着1000多只石木鱼，清晨6点就发现鱼群纷纷暴毙，实在是因为冷太久了，让鱼群也受不了。哎，水是大嘞啊！我大啊，一天也好大，对不？全台激动，赏雪之际，农民、渔民却是欲哭无泪。这彭志明、廖文斌，苗栗、云林报道。